绒哦，这里总算来一个尖的，然后刚才连续几个哦，厚的，厚的，厚的厚，每个前面笔画都蛮厚实的，现在总算来一个轻盈的，轻盈的哦，这靠得非常近哦，这里稍微拉开直画点，哎，哦，这个比较尖呐、啊，看起来细笔尖的地方比较多啊，那我们一样，然后这个地方有尖的地方，细到粗，跳起来。带上去，一样细到粗哈、哦，这里总算细到粗了，不是粗一开始压的哦。前面几个都是把字压的很狠，这里就比较轻松，比较尖的多。好，这里用力重压，弹起来，弹起来目的干嘛？点这个点哦，这角度不太一样，粗细也不太一样，融。